你们要不要进来？有啊。那你要不要玩？你看，小朋友在那边玩呢。从那边。哪里？这边。哎，奇怪，这边怎么没有登记啊？问那个人看看。我们这边有一个小 baby 小朋友，三岁，两岁半而已。三岁啊？有到三周岁吗？有啦。有没有注册过？看我吗？哦，我看一下，他叫什么名字啊？多少房号？6637。这要预约是不是？不是。6637。可以啊，可以打开啊，可以啊，你可以进去啊。打开了才能关啊，没有打开怎么关？怎么关啊？你动动脑筋看看啊。妈妈跟你玩，来过来。应该就回来了，是这样吗？是他本来就在那边。